近日，来自平台的鱼平团成员发文透露，肖战确定要出席米兰时装周，和肖战一起去参加的有蔡徐坤，都是目前娱乐圈炙手可热的实力派演员和歌手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提到肖战的时候，平台评价肖战是当今娱乐圈里的顶流，肖战出席非常令人期待。平台成员发文表示，蔡徐坤和肖战要参加米兰时装周，美与两大顶流一起参加，你期待吗？答案其实显而易见，如果肖战确定要出席米兰时装周，当然非常期待。特别是这些天网上一直都在传肖战和蔡徐坤要出席米兰时装周，肖战本身就是世界公认的时尚男性，携手两家高奢代言品牌一起出席，非常期待了。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，大家纷纷表示目前并不清楚是否有肖战，因此先来期待一下肖战主演的几部待播剧。肖战的事业发展没有受到影响，一直都一帆风顺。进入2023年以来，肖战营业的次数越来越多，见到肖战的次数也越来越多，这毫无疑问是粉丝们希望看到的结果。总之，祝福肖战，肖战的演艺事业都在正轨上，继续脚踏实地走好自己的路，未来可期。作为顶流，亦作为优秀的实力派演员和优质偶像，肖战前途无限，未来的发展空间一片大好。希望肖战继续保持，也希望肖战主演的作品可以早点开播，肖战未来可期，一起更好见面，肖战一定会顺顺利利，越来越好。